可以加個柄落佢哋，佢可以咧扶住個腰啦。佢呢個咧仲可以調校咧唔同嘅角度嘅，掂唔到個腳踏啊，就算褪到幾前都，你可以加一個嘢呢度俾你踩住。我哋準備咗去咗幾次嘅歐班嘅經驗啦，其中一次就係去咗獨木舟三星牌嘅活動啦。而呢個活動咧就係俾我哋晉升我哋撐獨木舟嘅經驗啦。二來係希望同班商業人士到撐獨木舟嗰陣時就唔會有任何嘅困難出現。如果你喺側邊，你咪扶一扶佢咯。如果佢唔喺側邊嘅時候，你都要教識佢。我哋今次歐班嘅角色咧就係一位助教，而助教咧就係今次希望可以幫佢哋順利咁完成歐班嘅挑戰，同埋幫佢哋任何有困難啊，我哋都好樂意可以幫到佢哋。槍劍共用是講緊健全人士和殘疾人士一起去完成面前的目標或者任務。今次為期五天，很生活化的設計安排，因為不只是海面的活動，也有其他可能是起營啊、煮食啊、其他的項目的挑戰啊。大家是可以互相學習，叫周玉薇，但我行走江湖的艺名叫猪皮。因为自从我很多年前中了风之后，我左边身的行动是不方便的，所以就算叫我揸住支杖爬，我都会很容易的左手会跌杖，爬不到的。我叫菲文，一个视障人士，今次第二次来到欧一班度参加活动，今次跟一班年轻人覺得很有活力，同埋睇到佢哋有好多嘅唔同嘅轉變啦，一啲正面嘅改變啦。咁我覺得好感恩有班咁嘅後生仔喺正身可以學到或者改變到佢哋嘅人生啦。上次嚟個經歷啦，俾我好深刻嘅印象啦，好有感動啦，揾到自己缺點啦，或者自己嘅優點啦，咁亦都希望俾啲機會人哋幫我，等人哋體驗下殘疾人士嘅問題，亦都希望自己有啲機會可以幫到人哋，等自己知道自己唔係話啊下下啲人幫嘅，都有一啲嘅長處可以幫下人哋啦。我係 Dorothy， 係外展教練嚟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啦，因為我哋日常生活好難會真係可以同 disable 嘅人每日咁樣相處咯，咁我覺得透過呢一個活動係可以令到大家了解大家更多。今次真係好開心啊！同正新一班學生相處咗五日，咁佢哋係好乖啦，同埋好主動協助我哋。有咩唔方便咧，佢就會走嚟幫我哋啦，亦都唔需要我哋指示佢做乜嘢，佢哋會自動自覺。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想象中做到的事更加多了，對於他們來說每一件事都已經是習以為常，是要互相體諒、了解，還有不要先入為主，真的去明白他們更加多他們內心，而不是靠個外表或者看到他有些不方便就去低估了他們。好彩有阿婷哥幫我手，如果唔係咧，頂唔住，真係好凍。只要大家都肯攞個心出嚟，唔好用自己嘅思想去諗人哋，多啲去溝通，多啲去詢問解對方咧，其實共融呢個目的唔難達到啦。年青有活力，絕對喺個過程裏面咧，就係平衡到殘疾人士佢體能或者身體缺陷嘅不足。所以咧，佢哋嘅參與咧係好肯定地係達到嗰個雙劍共用。我嘅需要，我會同佢哋講，佢哋都好合作，好肯幫手，或者佢哋亦都會主動咁去幫我哋，或者係問我哋有啲咩需要。咁基本上，我想做乜嘢，佢哋都好配合。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幫忙啦。有正新一班學生咧，咁令到我哋參加呢個活動咧，完全冇難度啊！即係遇到咩困難，佢哋都幫我哋解決到咯，玩得好開心，大家真係真正嘅相見共融咯。